算飞刀轨迹，若想知。 再也无法成为第一精神面试了。好险，伊斯特利用阿比斯之眼限制我的行动。如果我挣脱的速度再慢一点，即使有黑神逃走，被这十四柄飞刀轰击要害，估计也够呛。不知道冰山大哥对着莫汉德森是否有危险？